随着 E10 TPO 的发明，路博润特种聚合物彻底革新了鞋材行业。一直以来，我们专注于成为高性能鞋材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天，高性能鞋材涉及到数十种材料以及20多种不同的组件。鞋材加工除了完成所有组件的生产之外，更加要求工艺流程的简单化。这有可能实现吗？路博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路博润特种聚合物提供丰富的 TPU 产品组合，这些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功能，可以用于生产鞋材的每个部分。这种多功能性可以模塑成独立技术，用于进一步定制舒适、性能优异和更耐用的产品。更简单的加工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效率，同时通过更少的材料浪费，进一步实现可持续性。在鞋子的顶部，您会发现用于鞋面织物的 SDX-TPU 产品，这种材料能够优化鞋材的功能和舒适性，同时保持鞋面结构的灵巧和轻便。接下来是 Bounce LX 高性能发泡 TPU， 这种采用特殊发泡生产的热塑性泡沫，具有高回弹性、高缓冲性，并且色彩卓越，这都可以通过高度自动化和可回收过程实现。Aston TRX TPU 可用于生产高性能的鞋外底，作为橡胶的功能替代品，它提供了制造商所需的高效塑料成型，同时满足了运动员对湿干环境下牵引力的不同需求。路博润的 Pro6 Eco TPU 是一种可再生材料，可在不影响性能优势的前提下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后，我们的热熔胶粘剂材料 Provdom TPU 将所有鞋材的部件连接成型。这种创新的组装方式具有广泛的热活化温度和凝固时间，适用于各种基材，并具备出色的生产灵活性。除了用于鞋材从里到外各个部件的丰富产品组合之外， Aston TPU 甚至还适用于 3D 打印技术，从而大大开拓了客户的设计自由度和定制化。性能提升的专业鞋材来自于路博润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解决方案。曾经多种解决方案和分散的供应商是唯一的答案，今天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供应商路博润特种聚合物将为您提供全新的选择。